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mond， 今天又来到汤旗，即是以前的水立方，它旁边有个门口仔呢都是写着水立方，本来呢上次我去完月亮湾呢就讲话想去水云间嘅，但是上网睇个评价最近一般般，好似又拗小费拗得好离谱啊，咁就不如过嚟汤旗啦。两年前就嚟过嘅，上次嚟呢同老婆嚟就两个人500多元，今次睇上网团购呢就500多元，但係一个人。咁我睇一睇点解贵咗咁多呢，原来就係多咗个大堂嘅服务选择嘅。加起上嚟就唔算贵好多嘅，咁你黑近大厦任食，仲有其他山竹嗰样嘢任食嘅话，可以试一试嘅，顺便拍条片俾大家睇下啦，抵唔抵就大家自己判断下啦。先去望一望佢有个网吧电玩区系咩先？嚟到呢边仲有啲一次性嘅物，换咗就可以唔使着拖鞋。生果就自己随便拎啦，呢度仲有啲休息区。呢个系盐砖房，有啲热，开始出汗啦，我已经。在这边有个虫洞，睡觉位。在睡觉位前面呢又可以打机，咁如果遇著啲唔生性嘅，打到好鬼死嘈嗰啲，咁點搞呢？仲瞓唔瞓到呢？呢度有间房仔，有六部机可以打下以前嗰啲街机啊！唔知有冇吞食天地呢？后生嘅可能唔知我讲咩啦，吞食天地三国志。
哼，真係有啊。以前你哋玩呢個 game 用邊個對人多呢？我鍾意用關羽趙雲多啲。呢邊有啲瞓覺房應該靜啲啊。呢個仲有個溶洞房。應該係呢一邊嘅蟲洞瞓覺會安靜啲啦。我嗰個團購嘅 package 就可以包一杯飲嘢嘅，就喺上面隨便揀一樣。另外我就見到有山竹，食翻幾個山竹先。其實水果都唔少嘅，但係即食梗係食山竹啦，山竹最貴，食翻一兩斤山竹都可以回翻唔少本啦。之後再上去食翻幾杯 Haagen-Dazs。另外嗰啲都幾細心嘅，佢有埋手套俾你摸，唔會整到成手都係。啱啱套餐嗰個咖啡就都攞埋啦。暫時睇比我上一次嚟係再好啲添，環境喺對比上一次更加舒服啲。而家係下晝，就人就唔係好多，夜晚就唔知啦。啱啱講喺呢個位置瞓覺，冇留意到呢度有個圍爐嘅地方。喺廁所出嚟，跟住佢會有一個吸煙區。房仔細細嘅，充下電都唔錯嘅。佢分開食煙有個食煙區，始終有啲人唔鍾意有陣煙味。值得稱讚嘅。行咗一圈，打咗幾鋪機，就食完煙又上樓上啦，攞杯雪糕食下先。跟住就大堂項目，我就會揀案頭嘅。上到嚟係佢用餐區，睇下人都唔少咯。而家先係中午，唔知道晚黑會係有幾多人。都有啲燒味喎。喺主要休息區呢邊都有生果嘢飲可以攞。在篤波區這邊呢，就終於找到一個 Haagen-Dazs 的雪糕位。這邊都有幾多休息的地方。在上面這層都有街機玩，這邊還有唱歌，戴著耳機唱。等我又整翻手先，啱啱就攞咗雪糕啦。
打咗幾鋪街霸，就上面嘅機咧會好啲，啲掣會正常啲。嚟到 Sona 少不免就會見到啲小朋友好興奮，就會噪音大少少。呢啲就睇你彩數啦。望一望呢一邊個範圍先，好似要另外俾錢啊！呢個喺呢一度就有兩間房係網吧。呢邊仲有個 VR， 唔係應該係睇戲嘅。麻雀房。本來就話想揼頭先嘅，但係話要排隊40分鐘，咁我就按咗身先啦，按完身先再翻落去按下頭啦。啱啱就揼完啦，結果係得唔錯嘅。始终佢个水平应该都系喺度嘅，而佢呢度上钟就要你扫微信，就有晒记录嘅，几点上钟咩技师，呢个系几方便嘅。而啱啱一路搭一路同个技师倾偈啦，就话其实佢呢度女宾多过男宾，好多 OL 中意过嚟搭骨，因为觉得干净企理又舒服。我都觉得应该系嘅，好多人喺小红书啊。微博啊，都会晒图嘅，系啲女仔。我就食支烟，就落去大堂按埋个头先，跟住睇下开个椰青饮一饮，等阵再拍。而家4点就有椰青可以攞啦，我就整翻个先。整翻个就去按头，睇下而家有师傅未先。而家就快4点啦，喺休息室咧，其实佢有分几个区嘅，我睇咧都起码有一半满噶啦。而我呢个 D 区系。比較細啲嘅，其他區有一個區就揀衞生，另外兩個區咧就冇乜空位喺度。按完頭，廁所食完煙又翻出嚟啦。呢度個批評嘅地方就係咧，喺呢個場邊好多呢啲咁嘅高低位嘅，好多人都差啲撲街，呢個係要批評嘅地方。我啊拎到个椰子先，嗯，这个没开好是不是？没有动呢？吸管插一个。好的。
我就喺度食咗斤几两斤嘅山竹，食咗四个 Haagen-Dazs， 饮咗两个椰青，唔知今晚会唔会搞肚痛呢？落去就打下机先，打完机冲凉走人。出到嚟就五点几啦，人开始多啦。今次就消费咗500几蚊，其实计起嚟差唔多嘅。你出去而家出去揼个骨，250蚊啦，连埋小费最平。另外你出去大堂按个头或者按脚咧，小费嗰啲加埋都要150蚊左右。咁你差唔多四嚿几水啦。所以嚟呢度500几蚊，你又食嘢、生果啊、椰青啊、山竹啊，其实唔系贵好多。另外就呢度更衣室唔会要你俾小费咯。本嚟上次我就系谂住话去水云间，但系睇评论咧就话佢哋拗小费拗得好犀利啊！过年嗰阵时候，基本上话唔俾小费，唔俾你行添。咁见系咁，就觉得冇乜意思，所以就过嚟汤期啦。啱啱讲个技师同佢倾偈咧，就话而家汤期就冇咗松腿噶啦，所以就少咗喺某部分嘅顾客。我话都冇所谓啊，冇咗呢啲嘢可能会多翻其他客。就佢话系啊，多咗好多女性客人嘅比例都好高啊呢度。我头先睇到好多女性喺度，几个女仔一齐坐喺个懒人梳化度 hea。我觉得最开心就系更衣室唔使俾小费咯，唔会话去到好似以前啲其他场入到去准备走。跟住突然間你好似變咗美斯或者斯朗咁樣，人盯人或者兩個孖一個、三個孖一個要你俾小費，呢個我覺得係比較舒服啲嘅。今次條片就係咁多啦，下條桑拿片就等我諗諗去邊一間啦。希望你哋中意或者幫到得到你哋，拜拜。